早上五点钟起来，我看到床边没人，你跑哪去了那么早？啊？我担心我家黑子去寻短见去。真的假的？没想到他带牛。黑子，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看到你，我家小妞跟我儿子回来又在那里哭。刚刚打了那个退烧的，朋友说有烧，应该看看会好一点吧。呀，黑子，起来啦！又趴在这里，换了个位置继续睡。黑子，你现在准备去干嘛？我也要去看一下鸭子长多大了。黑仔，赶快好起来，听到没有？你看这段时间我去哪里都没有你跟着，都不习惯了。黑仔，会跑了啊！上车，上车，我带你兜风啊！这么远都听到鸭子在叫，这个声音跟几天前的声音是完全不同啊！你慌不慌？鸭子这样叫。哦，拦住了，长这么大了。老板，我想买鸭子吃，多少钱一斤？我想买鸭子吃。对对，不卖。现在不卖，我买也不卖啊。那我就街上买喽。街上买。他说久久不吃，那天到的，昨天到的久谷。现在喂久谷了？今天没喂。那怎么办？先用这个玉米顶一下吧。哇塞，还有黑色的鸭子啊，怎么？要喂到上面去。这个玉米都在上面，跟我走。看这鸭子都在吃。你们这鸭子好傻，鸭子都不上去，你把它喂在上面干嘛？它都不上来，看到没？来了来了，鸭子都被你玩坏了，成了除草机了。这些鸭子浪是不会浪费哦。有些鸭子，聪明的鸭子还是会往上面走，想一直往上面走，对不对？后面的都上来了，会不会吃的心慌？不会，不会。等那个鸭子捡鸭蛋的时候，就用鸭子来挑了。鸭蛋还好久哦，三四个月，四个多月。养到那个时候去，人都会疯掉。累吗？累又累，累得又辛苦。想上去三次，然后他们把我们拦了个，会压料，压料的那个桶。哦，别人拦的。哎呀，我们也拦。他那个茶子树底下种了那个枝嘛。哦哦。这鸭子刚好一个半月，45天。你们是预计45天就开始出？卖掉吗？如果行情好，是吧？到时候一直不断粮，他现在也五十多，到了现在
这一只有多重啊？这是三只吧。吃完就下水。它的针扎挂在哪里了？挂住脖子。吓死你了。拿掉拿掉。瞬间安静了，全部都那一坨，看见没？那鸭子全部就在这一坨，空空如也。两包玉米，全程不到十分钟，一滴都没看到。那今天这一天，那不得饿着？不是，主要是今天没有酒谷啊。嗯。有酒谷，我再撒这个五六包酒谷，够了哈。那今天就这样。今天就这样，没那么多高要求，是吧？那锻炼他的肌肉。对，肉质更紧一点啊、哦嗯！天天吃了不想吃，不会去找吃的，是吧？嗯。那个，哎，这他这个反正主人会来喂我，我就坐在这，摆烂是吧？这只是那个小可爱吗？啊，好像不是，这么大。拦住，不让他们上了，到上面去找草吃，找虫子吃。哇，我可以来钓吗？真的，我下次拿个鱼竿来钓啊。哇塞，黑仔，回家，烟不拉几的。过来，黑仔，黑仔过来，黑仔。因为以前都是跑的，现在走都走不动。黑仔，等一下你，可怜的狗狗啊！哇，你会喝奶粉，调点奶粉给你喝。这几天都没好好吃东西，可怜的狗狗啊！给水你不喝，搞点奶粉你就喝得这么有味道。